不都要问多少没用啊，你要多少啊？这不都给抓过来？这得拿个嘎去。这嘎去，这头我要。行。那头我要。是这头嘎去吧？这一顿不能顿吃了，还拿这小的。这一样。哎，把那个肉。哎。这个啥搁肘子里？我搁肘子里炖。那叫哪回了？七十整。那这小。七十。这半来猪都要这抓手。哎呀，这好，冻两个小时了，冻两个，冻跑回一回又来的。这是多少钱一斤呢？啊，13块。涨价了。涨了。这个。太狠了，太狠了。切哪一个？要多些。这样小心一点就行。我还没给钱呢。收钱。我还没给钱呢。啊，没给钱给。好，二十六。赶紧给他一收，给一收。哎，这一单要是吧？一堆垃圾堆的。啊，好，这个100中吧，这个瘦的吧姐，来瘦，你别逗，这个给你，妈呀，那天朝没有天朝肉了，103了，给100吧，多3块钱别要了，中不大姐。再一百张肉吧，啥呀？你问人买啥呀？你买啥呀？妹子？买啥肉？炖的肉，都能炖吗？都能炖。买多少？买炖的肉，在这儿。要多少？拿个20块钱的。拿20块钱的。炖吃是吧？行不？炖吃，二个上，行不？给这多少？那来两回了，你三回你再不卖我怎么的？完了。那你我说你这点来中都没有，咋着往后？今天礼拜二都没有，你说你往后也没有。那我明天几点来有啊？啊？明天几点？6点。可拉倒，干啥呢？你6点钟买饭，我等一下赖赖，看着没戴个帽子？对。这个。那我得内外哪啊？这边瘦，这边肥点，不用看。我教，我告诉你。这边瘦的。猪多少钱呢？啊？小肘子13，大哥，啊，好，掏钱100。那闲着我得卖肉，大少，我这是不能光给你卸排骨。哎呀，你越吹的我越慢呢，我跟你说。半分钟的事儿，你卸，你看我这等俩，等俩。我得卖肉啊，你光给卖排骨。10块钱呢。你这手把就是一刀的，10秒钟活。哎呀，真是总长卖肉。来哪一个？哎，好嘞，姐。咱那肥这个，咱那边上的肥这个。来边上。哎。不要肥。啊，等着。来边上肥的。从这个来100块钱的啊。来100块钱的。嗯。有肥的吗？肥。有这猪肉都得有肥的姐，我看看这边，啊，我看看那边，这样中了没有？来，啊，110。我看看这边，好，这个正好，这
再再卖个人的，100块钱的。我这六十块钱，这宰人100块钱都那宽，你说？还用说了，你买1000的比他那宽。你不买那细的，你还让人那么宽，你说是不？气人家了，对吧？你说你细脚吃的嘎，还长人那高个子能装，能扛得住？我这家可能还是厚点儿。这个大棒骨也一样。你大心说人都熟了是不姐？别说话老气人啊，得让我们心里边痛一点啊，马上回家高兴兴的该过年了。你老气人也行，你就说我们这大岁数可不仅气人气了啊，越气越年轻。都得唠，要不然我就不气你了。我这是真气你，不是他气你能乐，别人气你不是我这人不行，我这脸皮薄，他一说我就当真。大手，好不？那个五块多好，那么多人没来呢，戴帽子个儿不高呢，垂帘往下上，就这块儿，我整上。原来我们家住都离着不远，那在这家给我来一半。哎，一家伙的，都那家，不可能啊！买完了，这个给我，这给你，这个，人家要那个，他那要让他，那也是都一样，一样的肉，那玩意都不中了吗？那玩意给七十，一样的肉都不中，天都跟天搞的，天好的也没有啊，要不。他一样的肉都，你说你那玩意阴面一个阳面是吧？你可卖阴了，七十，得这嘎达，不要这嘎达，多好！这嘎天朝有多了啊？哎，大哥等会儿，都要着，给都拿去吧，111，给110得了，100吧，行，150，150，行，你不能给100，抹10多块钱，那还有钱了，你不能抹10多块钱。啊，100个，大妈那不忒小了。大什么大妈大啥的？100个，100。老楼房能过我这个？大不扯淡呢，你上都跌不上呢。100，你是不？100块钱，我都要。要给110，三儿，你差忒多。110得了。再给添5块。这别添了，我给你嘎肉。我添5块钱肉，你还够110。这我也不要你。中，给160，装上。这招呼大哥真的，都要着。给钱，拉开，拉开，拉开。到家我站手了，大哥说都要着，等会儿大哥中啊，拿开呀！哎，我大妈，你真能耐，我这妈精没白叫。妈，这不给你钱的，那可不，那才不当我妈吗？大伙给你钱，我说你问当不当，我还真不要钱。那几个那啥小子，大哥三百。我要小的，不要大的，不都要着。大大没用。大哥。剩八个，你当我给你。不是拉这肥的，我留着再给你。愿意宰猪。哎呀。啊。大哥，添20。那天我在那个套上衣服买的。大哥，你都拿着吧，我给你打个肥的。你这我要小馅儿的，你肥的一只脚。咱吃都行啊。哎，这是梅花肉啊。来个。谢谢啊。你这不梅花肉白吃。来这块肉啊，一碗的，这来的是肉都在这淋的，这肉这肉，要来了吧，把这嘎肉这边吃好，好不好？这块买的不？这天了，这天了吧？还疼呢。大姐，你瞅瞅这肉给你添的，吹牛大，他没过一天吃好肉啊，赶紧买。前天就挂号了，今天给我一块儿。我刚才不应该给你钱好了，不给钱肉也不给了，不够排骨不给钱。人肉上瘾。再来一个肘子。没有了。是吧？肉多少钱呢？今天？10块。不用定，就是来的。我就愿意那个小肘。我知道。啊。肘子就是小肘。对，微信收款200元。亮亮，过去他。25元。天哪！天哪！总掐价的，总掐。你属啥呢？我属鼠，我尖。你尖。你听着，脑子甜吗？老虎啊！我属鼠。哎，那你看你不是属鼠，是啥？
属虎分杀虎。不是你这属鼠哪年的鼠啊？我七二年的鼠。哦，对，那对，七一年是猪，七二年是。这钱还给我，挺好的，这大宝的。还弄去呗。中。钱还给我。都给我叫婶了，刚才跟叫半天，妈家少五块钱。叫婶儿来，少一块就行。哎呀，那大帅跟咱张会主意是，是不是？是。都无所谓。种那点肉，有点东西。岁数大了。对。还有八十了，不得。差不多了，啥骨头啊？多好，腰还上。挺好的。我这一来我就买几百，一来就买几百。我都没空，一礼拜上老妈的值班来，完了还。谢我老妈，谢我老妈，老妈岁数不小，老妈九十了，是吧？这边老婆子，啊，负担多重？负担重，搁着，提了，卖了得了。我看一下，大家还得上下一，嗯，那个可以点多好啊！用干的腰牌，哎，烧干东西，这是成型正扎，一百多吧。我看，我感觉我收这意思。没事了，这五块，这腰牌多好。行，莫收。还来点瘦的莫收啊？啊？来点吧。来东西，这一块都拿着。哎，这块肉挺好，小千朝肉。收啊，二百中不？来二百吧，都给你搁上了。过年了，收啊！多七块钱没要，没够多七块钱。街上那那跟男的完事儿，给他痛快。这边给我干湿巾。没了又没了，这会儿。给我拉点。拉啥呀？那要十斤。收啊！还要别的不？瘦的还要的不？都罢了。先看五十了啊！给你，给你。我买骨头，我买骨头。我明天再买。哎，你看。没事。好了，五十。你买吧，我买不了。他买十斤，他一买，你一出手你就没有了。你来，这回人要到你买的地方没有？给我剔骨头吧，给我剔骨头。不，这肉先拉，不拉没了。没吧，没有，明天我买。啊，你的意思不着急买这肉是吧？我不买一条了吗？啊，好，搁这儿。赶集的？啊，有。不是，你还赶集？赶集。我这多天黑我才不干。你也没肉了，还赶啥呀？没肉，这些肉你要了落。神啊！咱两大车都卖了，一百八十五，这多了，花钱就嫌多，七十排骨没嫌多，是吧，婶儿？一百八十五多少斤？一百八十五，九斤多。给我添拉的啥玩意儿？不添也重，这是我宅肉宅来的。宅肉宅来扔我那里头啊？是。那个还得给我管我叫啥？你叫婶儿？他叫奶。给我那做小点的啊，孩子。哥叔，其实这刀肉也不累。是，那能把这肥的给我剃掉吗？这个行，哥叔你说话了，叔。行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其实这肉本来就不肥，你要求剃咱就剃点，也这玩意儿。哥叔对不？贵贱的差这个肉上。好，一百零二可以搁一百，行吗？